股市土轰又称为股市轰，体盘呈菱形扁平状，背部为淡褐色，有不规则蓝色斑块，常将自己隐匿在沙泥中，仅露出两眼及呼吸孔。守株待兔捕食猎物，多栖息在沿岸河口等底部平坦的沙泥区，伺机捕食小型生物为食。尾部有一到三根的毒棘，毒棘两侧约有30条锯齿状倒钩棘，毒性强，为中性不安定蛋白毒，被刺到后会留下锯齿状的伤口，患部会产生断断续续的激烈疼痛。